你哋好，我是关楚耀，在我身边的就是此情此刻的导演王导演。Hello， 你好，大家好，是一次执导啦，叫做系啦，咁都好开心有呢个机会可以拍到呢套电影，同埋同阿关合作啦。咁诶，睇翻譬如四个故事，咁由阿关同阿 Dada 啦，一个拍咗好耐嘅一个年轻人嘅一个故事啦。呢度有好多全家福。我以前都有想过我们会有，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，跟住三个、四个。你屋企一张旧相都冇噶，旧嘢要嚟做咩啫？他的爱对万年，我哋拍咗六年拖，你唔系今时今日先知道我系追逐梦想嘅人啊嘛？咁而家系咪真系唔结婚咯？都有关啦。我话即系佢好似好少做呢一啲角色。冇啊，其實係啦，即係愛情小品，我即係第一次係嘛？我認識咗 Dada 一段時間，咁啊做嘢即係合作，即係第一次啦。我最記得嗰場戲就係林咖啡嗰場咧，即係我自己喺當場都醒一醒，跟住佢再要補一個好凌厲嘅眼神俾我，咁嗰一刻我係現場我都驚到死啦！自己嘅前途會係點咧？特別有個女朋友喺身邊咧，更加。因為女朋友係咁會問你：我哋幾時結婚啊？係買咗樓先結婚啊？我哋買邊度好啊？住邊好咧？點樣好咧？咩 planning 咧？一遇到呢啲問題咧，頭痕個導演。咁另外有一個就係、比較成熟啲嘅，即係阿 Eric 同埋阿 Grace 嗰個，有一個比較成熟啲嘅一個、男女朋友點樣去面對婚姻嘅問題。咁同埋亦都有一個係一個爸爸同一個女女嘅一個關係啦。咁即係其實好似每一件事都好似好容易喺側邊嘅朋友度揾到。我余偉文正式向你求婚，你愿唔願意交隻手俾我？凄凄埋埋的叫全家福嘅咩？应该呢世人都冇机会认到全家福噶。而家啲 hip 啊，执到靓过你，快过你啦！集体回忆啊嘛，懒就冇咁扑啊你。阿嘉栋同阿灿嗰个系啊，叫中年男士，即系一啲中年危机啦，叫做一啲中年男士的浪漫。系啦，咁即系好似我哋即系麻甩佬一个麻甩佬嘅两个旧同学嘅故事啦。你仲系每一张相都敏感嗰一秒，你知唔知差一秒就系嗰一秒噶啦？今日唔影啦，收铺。即系唔系话成日要怀旧或者要去怀念一啲嘢？咁但系因为香港始终都发展得好犀利嘅城市，咁好多嘢其实慢慢流失紧。现存剩翻嘅旧式嘅影楼真系唔太多。咁同埋本身佢哋要做生意啦，同埋佢本身個地方唔係好大，咁變咗好多時即係我哋需要拍咁多日同埋咁長嘅時間，而家揾呢個舊嘅唐樓，咁變咗我哋都去自己建構咗一個我哋呢套戲需要用嘅影樓呢個場面。自己係歌手出身啦，咁特別喺呢幾年又多咗好多機會去俾我接觸電影啊、演戲啊、做演員啊咁樣。幫咗我好多嘅自己，即起碼另外一個嘅想法好多時多面啲可能都會面對緊同一樣嘢，譬如有關嗰個話哦，佢哋結婚嘅問題，或者大家點樣相處嘅問題。佢分開四個故事嘛，即代表四個唔同階層嘅年齡啊、身份啊，咁我覺得好多觀眾睇完都一定會有唔同嘅感覺，同埋最緊要係有共鳴。是他要我留在这里帮手，只是为了问这个钟，问这个电话。9月15号，此情此刻，留住这一刻。大家入场支持此情此刻，多谢。如果望翻转头，你会记得我是哪一刻？